这幅颐和园全景呢，是1908年的时候，13世达赖喇嘛进京觐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，之后呢，将颐和园的草图原原本本的搬到了罗布林卡的这组壁画上。它是以西藏的缅唐画派的画风呢绘画出来的，然后它是整个以青绿色为主调，辅以红黄蓝白等多种颜色。这边呢，我们可以在细节里面呢看到很多场景，像这边呢是颐和园的长廊，然后呢佛香阁，我们还可以看到远处的山万寿山，还有白塔寺。在局部一些地方呢，我们还可以看到清朝的官员，还有呢就是周边的百姓生活的一个场景。所以说这个壁画呢非常的珍贵。